干了它，怎么样？好贵。它值多少钱这一扎？来吧，一波讲实话，不要害怕。六十，会不会太少？啊，我也觉得五十差不多。五十吗？再凉点就好了。一博，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？是我做的。20-30吧，20-30吧。一博，你觉得我们这个房间如果要出租给客人的话，你觉得多少钱你会接受？200-300吧。